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中市成功岭旁的成功西路可通往第九公墓、望高寮及工业区，但因为道路狭小，弯道又多，常常发生车祸，而逢清明扫墓就严重塞车，因此住户要求市府尽速打通，不要一拖再拖。建设局新工处表示，已进入水土保持计划书审查中，规划拓宽15米，可以双向各一车道。乌日成功西路拓宽案，附近住户早在县市合并前就提出要求，市府虽有规划，但至今迟迟未动工，让附近住户相当不满，纷纷向市议员陈世凯陈情。而服务处主任洪龙旭昨天邀请建设局新工处土木工程科长杨杰汉到现场说明进度，虽同时又邀请几位住户到现场听说明，但竟然有上百位住户得知消息，主动前往拉布条，要求市府尽速拓宽。联系住户表示，成功西路路小又弯，有很长的路段根本无法会车，时常发生车祸，此条路可通往第九公墓及工业区、望高寮，但因路太小，一到晚上大家就不敢开，怕有危险，因此晚上车辆少，又经过九号公墓，女性驾驶都不敢开。联系住户表示，高铁附近新建很多大楼，很多住户都需要经过成功西路到工业区，但路太小，大家想走都不敢走。联系住户指出，拓宽成功西路是很多住户的心愿，而且在县市合并前就提出，但至今市府仍无动作，很多人昨天得知市府的人要向市议员说明，自动自发便跑来抗议，要求市府快动工。市议员陈世凯服务处表示，成功西路可接九号公墓、望高寮、温泉饭店及工业区，但市府至今未打通，因道路狭小，很多路段只有三米多宽，根本不能会车，若车辆多，车速快就很危险，尤其是到清明扫墓，整条路都塞死了，希望市府能尽速拓宽。新工处土木科长杨杰汉表示，成功西路的拓宽案原本就在规划中，过去因需要环评，需要进行相关作业，但现在已不需要环评，市府正办理水土保持计划书的审查作业中，一旦通过，便可进行用地取得的作业。成功西路的拓宽工程预计起点由成功岭出入口处起至中泰路口，全长约4320公尺，预计规划15米宽双向各一车道，而路间可同时成为自行车道。公路的并线线行配合地形及既有道路，力求线行平顺，一旦完工，将可改善路况，